来，马上车。几天牙好了，老李。好，好，下来，走着去吧。前面没有路走了，我们只能从地里穿过去了。那口难呢。这点狗面过不去，这那边连树叶边都不拆呀，这方便，是的。这有点小，应该大一点。这水也不知道多深，你也不敢下去。看样子蛮深的。我上里试试。嗯，太危险了。哟，这个里边点深，对吧？都能深一点就行。对啊，就到脚了差不多。嗯，都跟人家劈光了。上里了哈，你小心点哦，可别滑下去了。嗯，还不能停。那你赶紧上来吧。不能停。来，等下来好这样，不敢进。嗯，你好皮这，我弄给你洗。嗯，他懒得给你。啊，那你上来吧。你这个大，来。哦，这个好大。大老远跑来没有好这样。你家大了，大小都皮，嗯，这也可以。你眼力这么好了，哎呦，看你，这看的呀够不够？还不知道怎么拉你了。现在人家不用这些，以前可值钱的。哪个？这芦苇啊，这柴啊，锡啊。啊？老不让你，你来劈的？就不要下去了，下去太危险了。这山上可能就这点点高，那边是高的，啊，就那个高，那边也高，那边也有树上一边。啊，走吧。今天上午我们踩了一个小时，就踩了小半袋子，因为来的有点晚了，好的呀，大的呀，全被别人踩走了。剩的都不太好了，哎，踩起来有点费劲。不过呢，这些也够我们用的了。今天是端午节，祝大家端午安康。然后我们今天呢一起包粽子吃。看，这是我们劈的柴叶。然后呢，今天把小谷、干三姑都叫过来帮忙了。我觉得我还喜欢吃甜的。哎，我也喜欢吃那种果汁。我们这边人喜欢吃甜粽子。又包好了一个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好，这好，这好，好看再看，自己吃不是卖啊。是的，你爸也会包呀。长什么球啊？包这个好吧？对对对，啥也不漏。这像的，这像的。嗯，这个包有模有样的。想怎么包就怎么包，这样也行，对吧？对，哪里把馅，哪里别漏米就行。蜜枣粽子是最正宗的，最正宗的味道，口感好。哎，小五天，拿来给姑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生日蛋糕，加了好多糖果。这个是头花，这个是彩蛋，是不是？嗯。是不是老师叫你做的作业？嗯。是吧？嗯。爸。嗯。三姑。哎。你们小时候是怎么过端午节的呀？小时候反正没有粽子，没有粽子吃这个嘞。那你们吃什么呀？你奶就煮两个鸡蛋，吃鸡蛋，就吃鸡蛋。嗯，炒点米豆，吃点鸡蛋，磕点大蒜。那为什么你们小时候没有粽子呢？没有米包，你哪找米？对，你们小时候是不是都没吃过粽子呀？没吃过。嗯，拿上我那个粽子吃吧。嗯，那回你话真。生活真艰难哈，还累，还吃不着好的。对，你看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想吃什么有什么，对吧？粽子随时随地花点钱就能买到了。对，想不想包吧，花钱买就买到了。对。你看这也是。哎呦！哎呦，小燕真能干。哎呦！大家看，满满一大锅，来，现在添水。一二三。爸烧锅。好。
盖上盖子，烧个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我现在一脚就怕咬断。真棒呀！爷爷娘娘。现在粽子已经煮好了，来装盘。我们这边呢，端午节除了吃粽子，还要吃鸡蛋。然后呢，俺爸有一个，俺爸就是发明一个非常好吃的吃法，就是炒盘里面卷鸡蛋，再卷一点大蒜，吃个鹅蛋。这鹅蛋太大了吧？你能吃得了吗？能吃。那这味道最好的。卷上鸡蛋，再卷上磕好的大蒜。嗯，好吃吧？就是这个味道，真的很好吃。俺吃个大的，俺也吃个大的，好吃。到你嘴里什么都好吃，它的俺包子好吃，就一样不好看。俺包的叶子，快吃了，我还吃上了。你吃点啥？俺啥也不干。俺饭太大了呢，这一个一顿就吃饱了。吃不完怎么办？是不是？